第十八题，某物体的速度是每秒20公尺，5秒后变成负的每秒30公尺，已知物体做等加速度运动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晓得它一开始的时候是每秒20公尺，加速度不可能为正，方向一样，因为如果为正，它就会变20会越来越多，而是后面变成负30，所以不可能是为正值，所以选项 A 跟 B 呢都是错的，它的加速度应该是为负值，所以我们的每秒20公尺会来越少，那么但是它少到变成零之后，继续做同样的负方向的等加速度运动，因此就会变得负的越来越多，就变成反方向越来越快，所以呢选项 C 呢是错的，因为它变成零之后呢会变成反方向越来越快，所以只有选项 D 呢是对的，所以第十八题问我们说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D， 加速度为负，物体先越慢后越快。